机没关系，我们来邀请我们的船员来一一的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，给大家认识。什么？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先第一位来欢迎我们的柳青熟，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我们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云林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无双日团的柳青熟悉啊，嗨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简单的介绍，大家要记得。然后接下来第二位，我们欢迎我们也是一样二胡熟。Hello， 云林的朋友，各位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周六谁？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我是无双乐团的二胡手兼独兼舞者，我叫做 Fusha 胡夏，大家好。好，谢谢我们的 Fusha。接下来我们再欢迎我们的舞者，云林的朋友大家好。我是无双乐团的舞者，我叫安安。安安，好，谢谢安安。好的，接下来有没有看到一位非常高、非常高的大提琴手，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无双乐团的新团员灿灿，那担任的是大提琴手，请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谢谢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新团员，今天是他第一场演出，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鼓励。好，再来我们再欢迎我们的歌手，唱歌非常的好听，刚刚应该都有听到。大家好，我是无双乐团的歌手波妞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再来我们要也是来介绍这位，也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登场的新团员。OK， 好，大家好，云林朋友晚上好，我是无双乐团新进的笛子手，我叫温蒂，温蒂，谢谢。好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我们，我们是无双乐团。接下来我们的曲目呢？